辰山日出峰是指济州市东部48公里处的辰山半岛尽头，高182米的火山，为汉努山360个紫火山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突出于海岸的火山口。攀登30分钟左右到达的山顶，火山口已经成了草原，三面为悬崖峭壁，99个岩峰围拢着火山口，仿佛一顶皇冠。树立的样子好像一座城堡，故称为辰山。因为这里的日出很美，就取名为日出峰。在辰山日出峰的山顶看日出，自古闻名遐迩，被称为龙舟十景之一。